DSE 2016 ICT Pure One MC 第十九題，呢個題咧只有39%考生咧係答啱。咁咧同佢就問咧嗰啲 operating systems 啊，即係電腦嘅操作系統，例如 Windows 啊、Linux 啊、Mac OS 啊、Android 呢啲咧，通常會 provide 啲乜嘢嘅功能咧？咁咧，首先我哋要睇睇或者了解咧一個 operating system 喺個電腦系統裏邊，佢嘅角色究竟係做啲乜嘢嘅咧？咁基本上佢嘅角色咧就係間好似一間屋嘅管家一樣，佢咧個 system software 咧去 manage 咩咧 ？manage 所有嘅 computer hardware 電腦硬件、軟件、software resources， 同埋咧要執行嗰啲電腦嘅 program 應用程式啊，或者其他程式咧，提供一啲嘅 service 一啲服務。所以咧，作為一個電腦嘅即係一間屋嘅管家咧，基本上佢咩都管嘅 OS 啊，所以咧 process control 譬如。看住啲 program 點 run 啊，嗰啲 process， 二 memory allocation， 佢個 program 用幾多 memory 去執行咧？三 network traffic control， 個電腦咧點樣同其他電腦溝通啊？嗰啲 network traffic 咧，可唔可以睇得到同埋記錄得到咧？咁呢啲全部佢都一腳踢做曬其實。所以答案咧就 one two and three D for dog。咁但係可能呢題嘅答案咧，可能三咧，啲後生未必嚟誒確實到 OS， 誒會唔會睇住個 network traffic 嘅咧？咁其實咧，每一個 OS， 譬如 Windows 啊、Linux 同 Mac OS 咧，都有內置嘅 program 咧，去追蹤咧 network traffic 嘅。咁呢度我就揾曬咧三大系統啊 ，Mac OS 啊、Windows 同埋 Android 咧，佢哋咧嗰啲嘅 network sniffing program。咁原來三個 OS 都有內置嘅，可以咧追蹤到個電腦咧嗰啲 packet 嘅走向啦，同邊啲電腦溝通緊咧，咁咧就有方法可以知道。咁只不過咧，如果考生咧唔係讀 networking 咧，個 elective 咧就比較少用呢啲類似 sniffing 嘅 program。咁其實呢啲工具咧喺 troubleshooting 咧一個即係電腦 network 咧係一啲相當有用嘅一啲 tools 嚟嘅。